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睇紧贴体坛脉搏嘅《敬见群英》。今集嘅内容有甲组足球联赛、小型赛车及电单车锦标赛。除此之外，仲有青年乒乓球单打赛、手球联赛同埋体坛记忆等等。甲组足球联赛啦，咪完成第十一轮赛事，积分榜前三嘅球队倒报捷，其中加尔3-1击败蒙地卡罗，而宾菲加啦就以6-0大胜清风。至於奧科州北記同樣6-0大勝聯絡，11戰全勝，繼續排榜首，有6分嘅優勢。聯賽嚟到第11輪啦，首先就係睇下榜首球隊啊，粉紅衫嘅奧科州北記對住聯絡嘅比賽。奧科州北記可以話係勢如破竹啊，咪之前嘅10場比賽全部贏曬。今場對住中游嘅聯絡啦，基本上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圍住對方嘅禁區嚟到踢噶啦。呢度一個角球嘅攻勢，朗奴後上衝頂入網。呢個時間只係開波嘅4分鐘啫。奧科州北記領先1-0。兩隊喺首循環交手嘅時候啊，比數係更加誇張啊。當時咧，奧科州北記係大勝9-0，實力上係的確存在唔少嘅差距嘅。繼續係撳住嚟踢，艾拉奧祖傳中，米基呢度解圍變助攻啊！林嘉誠一聲唔該射入，奧科州北記領先到2-0。今場嘅比賽咧就體現到乜嘢叫做壓倒性嘅優勢，基本上未見過奧科州北記嘅後半場。艾拉奧祖呢一度都試一球遠射啦，但就唔中目標。時間嚟到上半場嘅21分鐘，入球再次出現，朗奴接應角球頭槌頂入。今場佢梅開二度。協助奧科州北記遙遙領先到3-0，說時遲那時快啊！轉個鏡頭即係入球又有啦，今次就輪到艾美達破門，奧科州北記半場4球在手，比數其實係有機會係更進一步嘅，攻勢根本就冇停過。喺完半場之前，艾美達再次將個波送入網，但係睇一睇旁證先，舉起越位旗，越位在先入球無效，半場係維持住4-0嘅領先。同埋換邊之後形勢依舊，黃希龍嘅射門中柱彈出，咁樣攻落去再次破門就只係時間問題。終於係嚟到完場前嘅18分鐘，艾美達接應彭子亨嘅橫傳一射入網，成為今場第二位梅開二度嘅球員。奧科州北記領先5-0，有巨大嘅領先優勢啦，但係仍然未收手噶。艾拉奧祖呢一球處邊出界。稍後一次嘅角球攻勢，由梁志成開出，域陀近距離嘅頭槌，但係過唔到門將廖啟宏，仍然未解圍噶。咁域陀再有一次機會，廖啟宏好嘢之餘呢次攻勢仲有門柱嘅幫忙，成功係化解咗奧科州北記一次大好嘅入球機會。但係嚟到完場前嘅6分鐘啦，要失手嘅始終都係失手啊，由梁志成錦上添花，最終奧科州北記係以6-0大勝聯絡。開季至今11戰全部贏曬，繼續係排喺積分榜嘅首位。轉去睇睇另一支嘅強隊啊，紅衫嘅賓菲加對青鋒嘅比賽。賓菲加要追趕奧科州北記㗎，咁強攻對手就係必然㗎啦。但係估唔到嘅係開波40秒就有進帳，李敬斌禁區頂一抽，個波直飛死角入網，唔夠1分鐘啫，賓菲加就領先1-0。賓菲加至到目前為止今季係輸咗2場。其中一場就係喺首循環被清風絕殺，輸2-3。今場明顯係想復仇噶啦，狂攻之下去到33分鐘有第2球，利安奴呢球姿勢分攞曬，領先到2-0。賓菲加多次嘗試喺兩邊斬入禁區都收到唔錯嘅成效。李敬斌接應徐凌峰嘅傳送，再度破門，個人梅開二度協助賓菲加半場領先3-0。咪換邊之後是利安奴的表演時間，呢位前鋒有多次嘅破門機會，下半場6分鐘咁乖巧笠過門將入網，攻入今場個人第2球。清風嘅防線根本就係掹唔實利安奴，呢一球得佢一個喺禁區入面，都攞到一腳嘅靚波再射入埋，個人大演帽子戲法，賓菲加領先到5-0。清風在首循環有能力係擊敗賓菲加，進攻嘅能力唔能夠睇小。高美斯的射门中未弹出，曾家俊的射门亦都过不到门将罗永豪，清风错失一次破蛋的机会。转过头又轮到宾菲加的攻势，
張海山傳俾李安奴輕鬆射入，李安奴完成大四喜，可以話係大局已定噶啦。餘下嘅時間清風係繼續尋找破蛋嘅方法，高美斯嘅射門唔中目標，最終係維持比數，奔飛加6-0大勝清風，排喺積分榜嘅第二位，落後榜首嘅奧科周北記6分。轉去睇睇另一場，排名第三紅衫嘅加爾對蒙地卡羅。今場加爾啦，對住積分榜靠後嘅蒙地卡羅，一開賽係陷入苦戰嘅。兩隊多次嘅拉鋸之下都未能夠打開紀錄。知道係完半場前嘅5分鐘，一次嘅罰球攻勢，埋伏喺遠處嘅蔡永豪冇人 mark 噶，一射入網。半場為加爾領先1-0。唔係換邊之後，加爾嘅表現係更加進取啊！鄭漢陽係今場嘅主角，喺10分鐘內連入2球。首先就接應李默許嘅傳送，冇壓力之下起腳，為加爾射成2-0。咪稍後啦，佢亦都夠勤力啊！偷到對方球員波，面對門將冷靜射入，個人梅開二度。加爾3球在手，蒙地卡羅已經係難以改寫勝負噶啦。唯一有機會嘅就係破蛋啊！直到係完場前嘅4分鐘，米基追翻1球。對勝負冇影響㗎啦，最終加爾咧係3-1擊敗蒙地卡羅，取得3連勝，繼續排喺積分榜嘅第3位，而蒙地卡羅就排第8。轉去睇睇另一場啊，賽前排第7603嘅史不停，對高一位嘅警察。史不停咧今場只要擊敗對方就能夠取代對手嘅位置，攻勢相當凌厲㗎。開賽9分鐘，曉高控好之後射遠處，為史不停打開紀錄。警察當然不希望排名跌，稍後一次位置不錯的罰球機會，李嘉文處理直接射入攀平。今場兩隊的入球是梅花間竹，好不容易追平的警察又再失手，王偉解圍不遠，傳了給楊家雄，禁區頂一射入網，史不停又領先2-1。之後就輪到警察，張磊傳中跌入小禁區，由石威廉搞定，兩隊半場賽成2-2。在換邊之後，斯巴士丁射入空門，為史不停再次取得領先。餘下時間雙方都再冇進帳了，結果是史不停險勝3-2，終止2連敗，取代警察升上積分榜第6。最後同大家睇埋呢一場藍黑衫嘅行勢對葡雲之家。行勢賽前是落後葡雲之家3分的，低一位排在榜尾，想要護級就沒有失分的空間了。開賽4分鐘就打開紀錄，王迪加突破入禁區，單刀冷靜射遠處，協助球隊是領先1-0。王迪加這位入球的功臣，相隔1分鐘再有進帳，同樣是接應李賢奇的傳送，控定之後再擺脫兩位的防守球員，快一步射入，個人梅開二度。葡雲之家半場落後2球，在換邊之後博到12碼，馬斯連奴被林家寶侵犯，但是主射的蒙迪魯就炒了，被門將陸家安將個波沒收，錯失了追近的機會。葡雲之家去到完場前的20分鐘是再度失手，歐陽建龍左路傳中，美處的朱艾倫第一時間撞入，為行勢擴大比數到3-0。在首循環兩隊交手的時候，行勢是絕殺2-1，取得今季的首勝，次循環再次碰頭就大勝而歸。後備上陣的泰亞高尾段近門建功，但是慶祝的時候疑似是挑釁對手，一度是跟馬斯連奴有肢體的碰撞，結果兩人是各收一面黃牌警告，之後都再沒有進帳了。結果行勢在這場關乎護級的比賽入面，以4-0大勝葡雲之家，終止8連敗，憑住較佳的對賽成績取代對手，升上積分榜的尾二。之後同大家睇睇積分榜的形勢，榜首嘅係奧科周北記，11戰全勝有33分，領先第二位的奔飛加6分噶。而第三嘅加爾就落後奔飛加2分。第四同埋第五位分別就係清風同聯絡，但係雙方的差距都幾大噶。聯絡係落後清風7分。至於積分榜的下半部分，史不停今輪是取代警察升上第6，蒙地卡羅排第8，而行勢終於是脫離榜尾的位置，贏波升上第9，而葡雲之家就墊底。
之後轉去睇下全澳工人小球聯賽。上一年咧，呢項賽事因為新冠疫情嘅影響係取消咗㗎。咁相隔一年之後係重燃戰火，喺工人體育場展開，吸引120支嘅球隊角逐，分別有初級、高級、中年同埋元老四個組別。經過近幾個月嚟嘅激戰之後啦，終於嚟到最後階段。而家畫面見到嘅就係高級組嘅決賽啊，由南山嘅夜星會對少將。兩隊打得非常之激烈噶，喺法定時間咧係賽和1-1，要互射9碼分勝負。結果夜星會喺點球贏4-3，驚險擊敗少將，攞到今屆嘅高級組冠軍。少將屈居亞軍，季軍係屬於太陽城，而殿軍係浩艇。本年度小型賽車及電單車錦標賽嘅第四回合喺過去嘅週末圓滿結束。歐陽富再次喺250cc 電單車做風王，連續四場贏得冠軍。而 K set 組嘅戰況又係點咧？強咁啊，冇錯啊，咁啊 K set 組啦就誕生新王者啊！排頭位出發嘅張志豪以由頭帶到尾嘅姿態贏出，今年首次登上頒獎台最高一級。先同大家睇下呢一場 K set 組別嘅決賽，有八位車手角逐噶。排頭位起步嘅係橙衫嘅張子豪，起步之後就順利帶出。咁呢一邊見到譚振華嘅起步就做得麻麻地啊，要落車嘗試推翻著部車噶。K set 組別嘅決賽咧係鬥17個圈噶，咁張子豪喺比賽初段嘅領先優勢都幾大噶，都有成4-5個車位嘅優勢噶。咁排喺2-3位噶啦，就係羅俊傑同埋蔣文希。咁呢三位車手就形成咗第一集團。咁賽咗幾個圈之後張子豪仍然喺前面領放噶，而排喺中間嘅幾位車手反而就鬥得幾激烈喎。呢一邊見到242號車嘅梁建安喺呢一個彎位就過咗李國麟。咁比賽當日嘅天氣都幾炎熱噶，超過攝氏30度，無論對車手亦或係戰車都係一大考驗嚟噶。咁張子豪賽後就講到啦，佢架車嘅水箱一直都係過熱嘅狀態噶。咁賽事嚟到中後段啦，咁見到張子豪嘅優勢就有所收窄喎，俾羅俊傑追近咗噶。咁羅俊傑係今年第二回合嘅冠軍得主，實力就絕對不容忽視噶。而張子豪喺前三個回合都未能夠奪標，咁今場可以話係大好機會噶啦，睇下佢最後能唔能夠守得住啦。羅俊傑喺呢一個位都係揾唔到爬頭嘅機會喎。咁嚟到最後一個圈噶啦。领先的张子豪只要不犯错的话，冠军就是囊中之物。在这个弯位张子豪继续守到啊，最后转回出来直路，看看能不能够顺利冲过格仔旗。没问题啊，张子豪以13分52秒408首名过终点，拿到个人今年的第一个冠军啊。罗俊杰和蒋文熙就得2-3名啊，咁真的非常之开心啦，因为我是很希望今年可以再拿到全年冠軍的，因為我上一屆我都是拿到啦，而我第四場比賽裡面我都未拿到一個冠軍，今天拿到真的完全是靠意志力咯，因為我們頭三位車手真的爭0.01秒、2秒、2秒這樣咯，所以都真的鬥得很辛苦。我開頭都見到我還領先到4-5個車位的，到剩下好幾個圈的時候啦，咁體能真係冇辦法下降啦，咁唯有意志同自己講，咬緊牙關，即係深呼吸，俾多啲氧氣自己，再去好好咁揸埋佢，只要唔出錯，其實大家都過唔到大家嘅。而另一場卡仔嘅賽事咧，係 X30 高級組，呢一個組別要鬥21個圈噶，係所有組別當中圈數最多嘅一組啊。最後贏得冠軍嘅係而家鏡頭影住嘅安東尼斯。以超過10秒嘅優勢勝出噶，贏得相當之輕鬆啦，連續2場奪冠。咁亞軍就係黃文俊，季軍係盧卓賢。同日仲進行咗3場電單車嘅比賽，級別最高嘅就係250cc 4沖程電單車，有12位車手參加噶，進行15圈嘅比拼。排頭位出發嘅係歐陽富，而佢嘅細佬歐陽豪就緊隨其後。喺前3個回合啦，冠軍都係由歐陽富奪得噶。佢喺呢一個組別可以話係實力出眾噶。除咗喺本地賽事表現出色之外，歐陽富曾經喺泛珠三角超級賽車節贏得全年總冠軍噶。而今場佢繼續有穩定嘅發揮啊，嚟到中段已經建立好大嘅優勢噶啦。留意一下呢一個鏡頭啦，歐陽富轉咗出嚟之後相隔1秒幾，歐陽豪先至出現喺鏡頭入邊噶。領先的歐陽富冇受到太大的挑戰啊！今場的最快圈速都是由他做出的，時間是54秒938，
将领先的优势越拉越开，尾段可以说是一枝独秀，只是跟自己时间竞赛而已。最终以13分52秒818完成，连续四场赢得冠军。毛伟立就超越了欧阳豪，力压对手拿到亚军。至于 150cc 以及 150-190cc 四冲程电单车两个组别的比赛同时进行，冠军就分别由张家明和黄永嘉夺得。画面所见的是迷你电单车组和迷你电单车 P 组，两个组别合共15名车手参加。 P 组的意思即是原装组，速度相对是慢一点。本年度小型赛车及电单车锦标赛总共有6个回合，每个组别积分最高的车手就会成为全年总冠军。在迷你电单车组入面，梁伟森很大机会成为今年的王者，因为前三个回合他都拿到第一名。而今场亦都不例外，表现相当之稳健，全程都处于领先的位置，再一次企上颁奖台的最高一级。而 P 组的冠军就由黄思哲拿到。下一回合的赛事将会在下个月18日举行。这段时间先休息一阵，节目第二部分回来还有其他的本地体坛消息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第二部分。全澳青年乒乓球单打赛一连三日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，吸引超过150人参加。女子组的决赛，石慧利以局数3-1反胜刘卓颖，连续两年赢得冠军。而男子组的决赛就更加紧凑，卫冕的陈子贤和王奕瑾打足5局才分出胜负，笑到最后的是王奕瑾首次在这项赛事封王。全澳青年乒乓球单打赛，20岁以下的球手都可以报名参加噶，采用单淘汰制，全部都是打5局3胜。男单的决赛就由红蓝三的王奕瑾对住黄三的陈子贤。王奕瑾在第一局先发制人啊，积极抢攻，打出7-0的开局。两人都是澳门代表队的成员，是新一代的出色球手。落后的陈子贤之后追回一些分数，不过开局阶段就实在落后得太多了，未能够扭转劣势。王奕瑾先赢一局11-7。王奕瑾在四强是淘汰了麦天恩，而力争卫冕的陈子贤是击败何全照晋级。第二局的战况就稍微紧凑一些，要打刁时分胜负。陈子贤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就更为稳定，随着对手打出界，陈子贤刁时赢13-11，大分追平1-1。而在之后的一局，王奕瑾原本是大好机会的，曾经领先10-6，有4个局点，但是都把握不到。他赛后就讲到，领先的时候打得比较保守，令到对手有机可乘。越战越勇的陈子贤这一局反败为胜，再一次凭着刁时胜出，赢14-12，局数反超前2-1。王奕瑾就已经没了退路了，在第四局就放手一搏，开局打得不错，一度领先3-0。王奕瑾上个月在青少年单打赛就拿到季军，有机会代表澳门去到内地出战亚青赛。他在这一局全程都没落后过，赢11-5，大分追成2-2平手。够晒紧张刺激了，这场男单决赛要打决胜局来分高下。决胜局双方的分数仍然咬得很紧，就好像这一球咁，战况相当之激烈的。不过稍后的时间就有意外发生，陈子贤落后7-8的时候申请了医疗暂停，经过短暂的护理之后能够坚持继续比赛，观众都送上掌声。不过状态就似乎麻麻地，被对手接连得分。王奕瑾拿到这一分之后领先10-7，有3个赛点，看看能不能够把握到。王奕瑾发力拉一板，令到对手打出界，结果赢11-7，局数险胜3-2。17岁的王奕瑾第一次赢得这一项赛事的冠军。我领先嗰阵咧就谂，即系又惊啊，就唔敢发力啊，即都打得比较保守。咁对手就趁住呢啲，即系趁住我唔发力嘅，趁住我唔发力就去慢慢咁打翻上嚟啊。咁即系我就会去翻。即係唔咁冇咁保守，都係比較進取嘅打法咯。好開心，因為即係我賽前咧，即係對手嘅實力都比較高啲。我賽前就即係冇諗過即係會贏啊，都係判輸嚟打咁搏佢咯。
咁所以呢場贏到都開心，第一次攞呢個比賽嘅冠軍。季軍戰方面，由畫面右方嘅麥天恩對住何全照。麦天恩在前两局可以说是完全占尽上风的，连赢11-5和11-3。第三局他的状态虽然有所下滑，但最终都有惊无险能够胜出，丢时赢13-11。麦天恩直落三局获胜，收获第三名。之后同大家看看女单的决赛，由黄衫的石慧利对住刘卓颖。上一届都是这两位球手争冠军的，当时赢的是石慧利。不过今场佢开局就打得不理想，先输一局7-11。石慧利在这两年是决赛的常客，不单止是青少年赛，更加试过在荷兰杯夺冠，是近年火速冒起的新星。紧接的一局，石慧利逐渐稳到状态，这一板接发球直接得分之后赢11-4，追平局数。石慧利是在台湾长大的，在当地接受过专业的乒乓球训练。两年前就跟随家人回到澳门读书，现在是读高二的。来到第三局，石慧利再接再厉，赢11-5，局数反超前2-1。由领先变成落后的刘卓颖之后都没有太大的气息，这一板打出界之后再输6-11，结果石慧利以大分3-1胜出，连续两届击败对手，蝉联女单的锦标。至于粉红衫的黄章玲，在季军战直落三局击败苏巧华，比分是11-6、11-9和11-3。在上星期进行了多场的手球联赛，女子甲组卫冕的名号，第二战击败4秒，开季两战全胜。至于男子甲组方面，炮兵收获两连胜，第二战以27-25险胜立人，排榜首位置。先同大家睇嘅系男子甲组嘅赛事啊，由深蓝衫嘅炮兵啊对住立人。炮兵喺首轮嘅赛事啊，以23-21啊，险胜同样升班嘅文人正。今场对住立人啊，上半场两队九次打成平手噶。睇睇立人嘅进攻啊，梁敬升呢球波啊，拉都拉佢唔住啊。梁敬升啊，今场亦都系立人嘅得分主力啊，个人啊攻入6球波噶。今季以替补身份留在甲组的炮兵啊，连续两场都同对手拉锯。杜培基呢球转身亦都射得相当之靓啊，炮兵啊追成7平。半场领先1球的炮兵啊，换边后继续挣扎。呢球波俾到边位的卓伟杰，射得相当之快啊。卓伟杰今场就个人独取9球，下半场就包办了5球波啊。炮兵的另一个得分点啊，就是88号的陈彦杰啊。陈彦杰在下半场都入了5球波啊，全场攻入7球。落后的立人就一路紧贴，不过就冇办法反超前啦。结果啊，炮兵就险胜23-21啊，攞到两连胜。之后同大家睇嘅另一场比赛就系橙衫嘅文人正啊，对住杰义堂康体会啊。呢球波门将有啲大意啊。两队都是升翻马，今季啦嘛转战甲组赛场，亦都是首次对垒啊。啱啱睇咗杰义堂康体会两个攻势啦，其实佢哋今场一直都是扮演追分的角色。呢球波放空晒袁新豪啊，俾佢轻松射入。开局打出4-0攻势的文人正啊，完全冇落后过。陆元斌啊，亦都有进账啊。入埋呢球领先到10-7。杰义堂康体会呢边啊，17号的梁润立相当之活跃啊，今场入了9球波，但系啊都抵挡唔住文人正的攻势啊。半场啊，文人正就领先17-14，领先3分就唔算多噶，但系下半场啊，文人正继续发力，李乔津啊呢球波啊亦都能够射入啊。文人正的球员啊，相对嚟讲啊，经验就较为丰富啊。成功压制住啊！杰义堂康体会较为体力型的打法，结果文人正以35-26大胜杰义堂康体会，攞到今季首胜。跟住同大家睇睇同日进行的女子组赛事啊！呢场比赛是属于 B 组的赛事啊，由黑衫的广电啦，对住单车仔，两队在首轮啦，都是大败而回噶。广电就输俾清辉，而单车仔啦就输俾上届亚军华友。但是今场比赛啊，广电在上半场已经能够压制住比赛了，半场大胜14-1啊。以学生军为主的单车仔啊，相信都是吸收经验为主啊。
咁啊，何乐晴呢球亦都射得相当之靓噶。咁啊，下半场佢哋总共入咗四球波。不过啦，咁啊都系冇办法啦，咁啊同广电抵抗啊。咁啊，最终广电大胜21-5啊，咁攞到今季首胜。单车仔就2连败。咁啊，继续都系 B 组比赛啊，由南三嘅华友对住体校联。华友头先系提过啊，咁喺首轮比赛就大胜单车仔啊。而体校联啦，咁啊呢场比赛就系佢哋今季嘅首场赛事。咁因为女子有10队参赛啊，咁啊分成两组打循环。咁所以啊，咁啊首轮必然有球队啊，咁啊系要轮空噶。咁啊其中一队啦，就系体校联。咁啊陈思恩呢球单刀啊，咁亦都能够顺利将个波送入网啊。咁啊体校联呢边亦都唔系落后太多啊。咁啊谭希彤亦都为球队追翻一球啊，咁啊8-10啊。不过呢一球啦，咁就系佢哋今场嘅最后一个入球嚟噶。咁啊之后时间啦，咁都抵挡唔住啊。咁啊华友嘅陈思恩，咁啊俾佢今场波啊，咁啊个人独取9球。咁啊结果华友就以11-8啦，咁啊击败对手，收获2连胜。之后同大家睇 A 组嘅比赛，咁啊同样都系南三，咁啊今次就系上届冠军名号啊，咁啊对住4秒，咁啊4秒男子手球队就相当之强劲啊。女子呢边啊，咁啊今场开局就唔系咁顺利啊，咁啊俾对手打出波4-0嘅开局。咁啊4秒啦，咁啊喺首轮嘅比赛啊，咁啊就先对姊妹班4秒慈善会啊，咁啊大胜20-5，亦都系首轮比赛赢波噶。咁啊第二轮就对住上届冠军名号啊，咁啊见到何家敏啊，咪有身高优势，完全就抵挡唔住啊。咁啊名号啊，咁啊开局打出4-0啊。之后时间亦都系再冇落后过啊，咁啊4秒啊，只系能够啊维持住一啲零星嘅反击。咁啊上半场啦，咁啊隔咗成11分钟啊，咁啊先至能够啊入到第二球波，而且系带啲运气啊。咁啊虽然角度都比较刁钻，不过啊，咁啊对明浩嚟讲啊，实质威胁就唔系咁大噶。咁呢球王雅杰就空晒啊，咁啊边位嘅起手啊，亦都能够顺利射入。半场明浩就领先10-2，下半场当然就是势不可挡啦。入球数就翻倍，虽然4秒都抢翻唔少攻势啊，但系就冇办法收窄分差。结果啊，明浩就以22-11大胜4秒，开季两战全胜排 A 组榜首。跟住落嚟都是 A 组比赛，由深蓝三嘅独木舟会对青少年体艺协会。先开纪录嘅是嚟自毛玉林嘅重炮啊。青少年体艺协会拿到今场的第1分，两队在首轮都输波噶，其中独木舟会啊，首轮就对正明浩，输波亦都无可奈何啊，今场比赛就积极一啲啊，全场压制住青少年体艺协会，虽然啊，毛玉林的重炮啊相当之强劲啊，多次在外围起手啊，亦都能够有斩获。个人独取3球，不过呢3球对球队嚟讲啦，咁啊帮助就唔大啦，咁抵挡唔住独木舟会嘅攻势，咁最终独木舟会就赢13-4，咁啊攞到首胜噶。之后同大家睇睇一场曲棍球联赛嘅独脚戏啊，由红黑三嘅曲棍球俱乐部咁对住利舞台，咁啊开赛11分钟首个入波出现，因为利舞台球员大意啦，咁啊俾到陈洪发机会啊。曲棍球俱乐部领先1-0。咁呢场赛事是补赛嚟噶，咁赛事原本在上个月进行，咁啊比赛当日啦，因为有雷暴警告啊，咁所以要延期噶。咁今场曲棍球俱乐部相当积极啊，咁陈洪发又有机会，不过被门将飞身挡走。半场曲棍球俱乐部就领先1球。咁换边出翻嚟嘅时间啦，咁曲棍球俱乐部嘅威胁啊，咁依然都是极大噶。趁住对手未企稳阵脚啊，陈洪发上下半场啊都各入一球喎。之后双方都再冇进账，最终啊咪赢2-0嘅曲棍球俱乐部啦，亦都以较佳嘅得失球啊取代对手，升上积分榜嘅第6位。又到咗体坛记忆嘅环节啦，今集同大家回顾下，好似系手球嘅比赛喎，强。冇错啊，我哋回顾翻啦，1998年嘅首届港澳手球复制赛，当阵时啦，只系起步阶段嘅澳门手球代表队都有唔少葡人球员参与噶，一齐睇下。
我同大家翻翻去1998年啊，咁呢一場嘅首屆啊，咁港澳手球浮制賽啊，喺當時嘅澳門運動場室內館舉行。咁啊呢個場地啦，咁啊到現時為止啊，當然就起咗唔少變化啦。咁啊著起63嘅就係澳門代表隊啊，咁啊當時啦，咁啊就見到有唔少嘅葡人面孔噶。咁啊先開紀錄嘅一球啦，咁就係由香港嘅林志成射入。咁啊手球呢項運動啦，咁喺當時嘅澳門啊，只係開展咗一段好短嘅時間。咪呢球波見到佐治啊，咁啊替澳門隊啊，咪追成1-1。咪當陣時嘅澳門代表隊啦，咪成立咗都唔夠1年時間呀。咪為咗備戰首屆嘅賽事啊，咪賽前曾經到國內集訓以及比賽啦。咪球員喺技術以及合作方面啊，已經有明顯改善噶啦。咪澳門嘅得分手啊，咪主要集中喺佐治身上啊。咪呢球波就冇人阻到佢呀，咪替澳門啊射成3-2，仲要反超前。同各項嘅浮制賽一樣啊，咁呢項賽事亦都係每年一屆，咁首屆先由澳門做東道主。咁上半場嘅比賽啊，香港同澳門啊，都係互有領先噶。咁香港1分鐘內連入兩球，咁李高奇嘅突破啦，咁係香港又攞一分，咁領先到4-3啊。不過啊，咁節奏亦都相當之快啊，咁澳門隊嘅老路啊，咁射入呢球之後啊，咁兩隊賽成5-5平手。澳門都有華人球員面孔嘅，咪黃偉天呢球窄位射入就反超前6-5啊！不過啊，咪論技術嚟講啊，香港始終都係技高一籌。咪之後時間啦，咪逐漸拋開澳門啊，佢哋嘅15號球員林志成連入兩球之後，香港再度領先。咪呢項浮制賽啦，咪除咗每年一屆設有冠亞軍獎杯之外啊，咪亦都會有一個紀念金杯噶。邊一隊能夠連續3年奪冠，就能夠永久保存。而每一次比賽啦，每隊亦都需要各派1名1級裁判去到執法。今屆代表澳門做球證嘅就係山道師。咁啊，香港之後時間繼續攞分啊！阿黃偉天呢球就攔倒咗對手啊！咪球證嘅直指點球。咪李高奇射入，香港啊領先到9-6。咪其實澳門隊啊，球員今場嘅發揮亦都相當唔錯噶。咪老盧呢球夠拼搏啊！咪搶翻之後自己去射啊！得分就不是太大問題，主要集中在防守方面啊，抵擋不住香港的反撲。劉應祥就個人連中3元啊，澳門隊入面最突出的球員都是佐治。這球波雖然有些甩漏啊，但是就壓贏了李高奇啊。這球波是他今場的第3個入波嚟噶啦。從頭先的比賽片段又可以看到啦，澳門隊的磨合啊，依然是有待加強啊。尼爾遜呢球就射得相當之乖巧啊，甩過咗門將。首屆嘅港澳手球浮制賽啊，當陣時吸引到接近200人入場去睇波噶。由於女子組啦，喺當陣時嘅實力啦，有一段嘅距離，所以首屆嘅浮制賽啦，只安排男子組嘅賽事。佐治把握到呢個點球機會啊，追至10-12。但係香港啊，入波真係好多方法啊！陳偉文呢球波啊，仲未抵彈入啊，完全就冇得救。鏡頭一轉，又到佐治嘅表演時間啦。唔單止澳門隊啊，甚至啊，對比起香港啊，佐治都係全場最佳。全場攻入咗8個入球噶。澳門隊喺半場啊落後14-15，只係落後1球波啦。佐治啊功勞相當之大。不過啦，始終都係壓制唔到啊，香港嘅攻勢。其實香港有多名的球員都是使用左手啊，或者在防守方面一時之間都不知道怎樣去壓制他們。其中一個就是香港的2號李高奇啊。李高奇在上半場就入了4球波，下半場他就個人攻入3球。這次又有機會啊，其實都挺遠的，一樣被他命中。當陣時嘅澳門代表隊啊，陣中有幾名球員年紀都比較大啊，下半場就出現氣力不繼嘅情況啊。香港呢邊嘅球員啦，繼續能夠跑動啊，創造空間嚟到射門。因為澳門陣中嘅多名球員啦，都有身形嘅優勢喺度啊。如果唔加快進攻節奏嘅話，定點俾佢哋攞分啊，都係對香港嚟講係不利嘅。澳門隊真係盡曬力㗎啦，尾段連守門員都受傷要離場。除咗佐治之外啦，澳門隊嘅8號黃偉天同7號嘅魯魯啦，亦都分別射入4球以及3球。雖然澳門未能夠扭轉敗局，但係教練張文啊，對球員嘅表現亦都係滿意㗎。
結果首屆的港澳手球浮制赛啦，香港就以25-21击败澳门夺得冠军。好啦，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，经见群英除了星期二晚10:30首播之外，星期三的上午10:30、下午的3:00在澳视澳门、澳门体育和澳门资讯都会有重播，又或者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重温今集的内容。提提大家，本台今个星期继续直播欧洲国家杯，周末亦都有日职以及世界女子排球联赛，大家记得留意啦。今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，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，拜拜。